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家一直期待的 GM033 猫猫手账刀模套组。这一套刀模啊，沉甸甸的，非常有分量哦，满满的一大包啊，林林总总呢，一共有59片刀模。另外，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套印章。这一套印章呢，主要是邮戳信封系列啊，和猫猫有关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猫爪啊，还有小猫咪，和一些招财一类的这样的好词。它这个词语呢是可以和咱们这里面的小挂牌一起配合使用的啊，你也可以把它盖印到任何你想啊去装饰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这片刀模啊，它的面积是比较大的，这里面呢我们给大家做了好几个附件啊，好多的配件，除了猫猫本体之外，我们做了很多的配件。首先我们看这个。这个是猫猫的本体，它的主体。这个一片，然后这个一片呢是，可以做这种黑猫警长风格的这样一个装饰，它是可用也可以不用的。另外呢还有底下两个板，那这两个板呢都是三孔，可以和我们的 GM028 一样，可以配合可得优的三孔环，同时也可以用在 A6、A7，还有可能比较常用的一些小尺寸的那个本上，活页本上都是可以啊。这个孔距是，都可以配套的。这个边框呢？我们做了一左一右两个面啊，也就是说你在切割的时候它是可以这样相对来粘贴的，你想让它在左面和右面都有好看的图案的时候，它们这两个刀模都是可以用的。因为这个刀模它不像我们的 GM028 是可以一个左右对称，所以我们专门给大家左右款都给大家做出来了，这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啊。像这个地方呢，这个猫头上面会有眼睛和耳朵的印子啊，那其他的比如说嘴巴，还有它的这个舌头啊，这个地方你贴在哪里，眼仁贴在哪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不同的审美去做。你看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的眼睛就是这样的啊，这个眼睛是这样，那还有可爱一点的眼神啊，是吧，这个是我们Cassie做的，就是你可以根据啊不同的这种搭配组合去体现这个猫猫不同的神态特点。这是猫猫的主体，这里呢是条纹，这是猫猫的条纹。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条纹的时候呢，小伙伴们就可以，自己去剪切，它的长短是可以自己剪的，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在它的侧边啊。这个花纹是规则的一个花纹，后面有小尾巴，小尾巴你可以用在。这个最后一页，竖着也可以，横着也可以。另外我们有三个款啊，带孔和一个不带孔，一共是四个小标签。这个小标签呢，这边还有两个，就是有空位的就给大家多做了一些，这样你们在切割的时候会比较方便。这四个小标签有圆孔、扁孔、桃心孔和一个平板。那么大家可以做出这样的装饰，配合我们这里面还有一套这个字体，烫金的一个字体，烫金字体呢，同时给大家都做了轮廓刀模，这样你可以去把它切割下来。这个呢就可以挂在我们那个孔啊，这个地方，挂在这个铁环上，这样挂做一个小的挂饰啊。这个呢还可以做一些装饰，比如说像我们看女神的这个地方，是坐在这里，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装饰在这里。除了猫猫本体，还有它的眼睛、耳朵这些配件，刚才讲到了四个小标签，我们还配备了，猫爪。这个猫爪呢是两用的，姐妹们拿到手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它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然后两个加起来贴在这个上面。这个呢可以和这个搭配，我们看一下它的实物。猫爪呢有两个形态，一个是五爪伸开的，四爪伸开的，一个是欧叶的一个表情包啊，这样。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可以看得明白啊，它是
一个底板，上面一半狗爪，下面是一个胳膊。那么这个地方是需要特殊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好多小伙伴包括我们设计师在用的时候都把这个小尖爪忽略掉了，他可能就是只用了这个肉掌的部分，把这个尖爪忽略掉。那大家在做的时候它是这样的，我们后面贴一个小尖爪啊，带尖爪的一个底板，然后再把这个圆圆的这个肉垫给它贴到上面去啊，它用起来是这样的。小伙伴们可以配合我们的别针刀模，我们家有一款 KW006， 有各种各样尺寸的这种小别针，亲们就可以把这种小别针给它别在这个猫爪的后面，然后给它贴到你的本本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别针的书签，然后随意的去把它这样别在你的本本里面，这样去挂起来，就是可以和我们的 KW006 一块结合来使用，这是它的猫爪。那猫爪也有很多用的这个方式啊，等一下我们去看咱们成品设计师的作品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它的样品展示。猫爪和手掌啊，这是猫爪和手掌。另外呢还有这个，上一期我们在 GM028 里面就给大家配了这个，然后小伙伴们说不够用，我们在这次猫猫手掌里面又给大家配了一下啊，又给大家配了一套。这个的用法呢和上面之前的那个是一样的。我们好多小伙伴用这个猫手啊，就做了很多这样可爱的小装饰，肉墩墩的这种感觉。然后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镂空使用啊，还可以单独这样做猫手去使用，一个漂亮的小挂坠。好，这是GM028 里面有一套哦，这个标签也是 GM028 里面的，但是可以和我们这一套也是可以一起用的。那么就是又多了一份猫手给到大家，还有一些可爱的猫的邮戳标签，应该是做了四个尺寸，它做好以后呢都是这样的，你可以配合这个烫金，特别可爱啊，用在我们的本本里面。比如说我们设计师小猪宝宝就是用在啊，可以和我们的发条套组一块结合使用啊，这边呢还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咱们 Cassie 女神呢也把它装饰在了这个猫猫书签上。接下来我们就再讲一下我们带的小鱼啊，这个小鱼标签非常可爱的，你可以把它直接做成这样的卡片上的装饰啊，然后也可以把它做成本本里的打一个洞啊，给它做成这样的耳朵，和你的猫猫本是非常配套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很赞的这种创意啊，我们看 Cassie 女神用在这里，她是做了一个插卡的一个档位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鱼标签也是非常多用的。我们小猪宝宝呢是用在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装饰，口袋的装饰。最后要跟大家再介绍的呢就是这个超级可爱的小猫标签，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一口气做出很多个来，然后拿一个塑料袋装成一包送给小伙伴去当礼物。而且呢你切两种纸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搭配开，一口气比如说这个黄色的你切出来是头和身体都有的，但是你再切一张彩色的纸把它两个搭配开，一口气就是可以做两个出来。小朋友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的，就是我们家孩子呀还有我们设计师的孩子都是拿这个去送给同学，超可爱的。看这里，这是做了一个插口，它本身是一个小书签，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像这种口袋里面，这样放也可以，然后你这样放也是可以的。除了我们在刀模里面给大家带的这种眼球之外啊，我们还可以用活动眼珠，这个活动眼珠弄上去给它贴上去以后啊，也是非常生动可爱的。咱们这一套刀模呢和 GM028 套组里面很多配件啊都是可以一起用的，包括像shopping list 那种压痕的这个板，还有它这些护圈和
三孔的这个连接片啊，都是可以和 GM028 一块搭配使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咱们设计师做的一些样品。首先我们看 Kathy 女神啊，她的这个猫猫的形态真的是做的太可爱了。像我自己做的样品呢，就是被我们设计师吐槽，说给人家做的成对眼了，不好看。反正这个吧，就是看到大家自己的喜欢啊，你愿意给它做什么形态呢，就做成什么形态。因为它的五官位置和摆放，就是对它的这个整个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每个人做出来都会不一样。你看我们开字女神做的这个，就是那种胖胖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猫咪啊。后面还有。这个是一个蓝猫，你看它的这个神态和眼神都是不一样的，是吧？然后姐妹们可以借鉴啊，借鉴我们女神的这种作品。这边呢，两个猫手做了一个小的挡板啊，可以塞这种卡片进去啊，这种创意真的是太妙了。这边呢也有好多小卡片啊，塞的卡片，我们可以给这个猫猫本呢做一个半截的一个口袋，然后就把这些。猫爪呀、什么都可以装饰上去，这边也都是猫猫的素材，猫猫相关的这种图片素材，整个本本都是和猫猫有关的，这是我们女神的作品啊，超可爱的。大家看这个黑猫警长的这个脸呢啊，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女神用它做了一个上口袋，哦，这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创意啊，我们粘的时候就是粘上半部分就可以了，这样。这边呢是一个右侧边半开的口袋，这一套刀模是不在这一套模具里面的，这个是在做样品的时候被我们砍掉了，我们后面会再给大家另外出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装饰在这个地方，这个小猫猫书签肚子上装饰了一个可爱的邮戳，我们这个邮戳是有四个尺寸啊，大家可以在做不同的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去选不同的尺寸去搭配，四个尺寸总有能合适的，像这个就稍微大一点啊。这个猫猫书签啊，真的是好多小朋友超级爱它的，然后我们做送人啊什么的都是很好的这种小礼物，手工小礼物。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地方小鱼的档位，哎呀，这个真的是太有创意了。这里来一个黄色的猫猫，橘猫，这边是蓝猫，非常可爱。哎呦，我们这个设计师他的这个灵感设计啊的这种审美真的是太棒了，就是大神的作品。好，我们再看一下啊。除了它本身的这种猫猫形态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小猪宝宝的这种创意，它是把它对开做了一个门啊，做了一个分开式的一个门。你看这个创意也是非常棒的，这里用到了咱们的荷叶刀模，这个刀模也是我们店里的一个原创产品啊，在这里姐妹们都可以用起来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小的钥匙，这个也是咱们发条本期新品发条刀模上的一个小翅膀，做了一个小钥匙。发条刀模，这里面很多都是我们卖过的刀模，这个是 KW001。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和这个本本连接的时候，也可以用到 GM008 里面的这个三孔的荷叶。它呢就是又给这个本本添了一点可爱的这种装饰的效果。除了猫猫头之外呢，小猪宝宝还做了一个直的，你看这就是一个长的一个卡片，然后翻折式的，这个地方是用的两脚钉，它可以旋转作为一个挡片，小猫爪做了一个挡片。但是我们设计师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提过的，我们大家在做这用这个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还有一个小尖爪啊，它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后面少了一块这个小尖爪爪。这里又用到了小猫的书签，是这样旋转过来就可以把它卡住了啊，这不是磁吸，是一个两脚钉的旋转开关。后面呢，两脚钉的后面因为不那么漂亮啊，
珠宝就做了一个装饰把它挡住。这里呢有一个小尾巴，刚才我也跟大家说过啊，我们这个尾巴的形态你可以让它竖着啊，像一个竖着尾巴，这边呢是一个横过去的尾巴，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用到了活动眼珠啊，这个超大号的活动眼珠，这个地方是可以夹一些卡片进去的啊，比如说是这样啊，用一些大的卡片啊什么的可以夹进去啊，这是我们小猪宝宝的创意。它的背面呢用了一个大大的单词。我们看一下这个像这种作品呢就是上色，自己涂色，自己去创意。那你如果不去考虑这个配色的话呢，姐妹们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是直接用到纸本你的纸本其实用到两三个颜色就够了也不用特别的复杂。底纸呢要用稍微素色多一点，就是单色多一点，不能用的太花这样的话它眼睛什么的就会看不出来。然后这边呢大家也可以如果你就是你觉得这边它有点多有点突兀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装饰护圈给它贴上，这样的话你看起来它这个地方就没有那么空。它用纹理夹去夹过以后可以做这种 art journal 和 Tim Holtz 的鸟搭配这都是其他的刀模。那么我们把我们这一款这个 NAF 放进去，就非常有春节的那种喜鹊迎门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效仿这个模式去做一些小的 tag 卡片之类的。然后我们的猫猫本呢你可以和纹理夹一块搭配起来做这种好看的图案。这里有一个卡片的一个小挂饰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做一个半口袋，这个半口袋呢你就可以去放一些卡片呀书签什么的，这样别进去，这是半个卡片。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这款刀模呢，我们是不仅做了右开的刀模也做了左开的刀模，这就是为了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背面不是太好看，然后你可以这样把它粘起来，两片对切以后粘起来这样你左右都有，并且呢封面和封底它的方向也是都有的。像这个呢我们是给它盖印了一些印章的图案，做成这种格子可以在上面书写。那这两个邮戳呢就是咱们这套刀模里面附赠的那个印章盖印上去的可爱的小鱼挂饰这个呢是和 GM028 这里面的刀模搭配一起来切割的，就是这个刀模它里面的这种都是可以和这个匹配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好看的玫瑰档位这个地方这个档位呢是咱们的原创刀模 GM027 里面的玫瑰翻折机关它是这一片刀模做的，和我们这个猫猫本的尺寸非常吻合。我当时正好多做了一片放在外面，就和我们这个本本粘起来效果刚刚好用在这里特别合适。这样你的背面这个猫猫本的背面它这个正反方向是都有的，做出来就是比较完美一些。这本呢也是我们用素材纸做的大家可以参考，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种配色，就是很简单。背面也切一张漂漂亮亮的纸把它粘起来这样它正反都好看，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刀痕的印子。这里呢就是大家参考可以参考我们这个花纹的用法，这也是用纸本做的。这里呢有一个新款刀模是我们这一期里面的教师节快乐那个套组里面的大家后面还可以看到它和我们的猫猫本这样横着用起来匹配度非常高你在里面放一些相片小朋友的照片这样的话你这个猫猫本就可以做相册本了，超可爱的。配合一些复古印章邮戳呀编码这种印章，你可以自己在猫猫本上打格子，然后给小朋友做一个记家庭作业本小笔记本做个小记事本背单词本备忘录之类的这是它的背面。猫猫刀模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很多小伙伴一直都在期待它上市。我们这一款刀模做的数量不是很多，它的
啊，面积比较大，成本也稍微高一些，所以我们这一批呢只做了80套，做完就看情况，也可能就不再补货了啊。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到时候新品上市当天去抢购哟。